么事儿啊？我发现了一个赚钱的好商机。什么赚钱的好商机啊？你在这儿等着。赚钱的好商机啊，发财机会来了。你穿的是什么呀？太丑了，快脱掉。爸，你不知道，我前几天在网上买的这件衣服花了9.9元，那商家就给我发了100的红包。为什么呀？他让我收到这件衣服以后给他个5星好评，然后再附加一下照片，然后我就直接自拍了一张发到网上，他直接就给我100元红包。怎么回事？人家说我长得太丑了，怕影响他店的形象，让我赶紧把照片删了。那你也给爸多买几件。干啥呀？爸穿上呀比你还丑。爸也想发财，发大财。我穿上比你还要丑，爸也想发财，发大财。走啊，你先下来。又坏了你这个摩托是不是？哎呀，这老毛病了，我整一整就好啊。呀呀呀呀，这不是老二吗？哎，那摩托坏了呀。啊，老问题了，老问题了。哎呀，正好你们来了，要不然你们开这个车把我俩拖上，拖回家行不行？啊，这个都是邻里邻居的，拖是可以拖，不过这个得花钱呀，5元。啊，50。啥？还要花钱？哎，走了走了走。哎，等等，带钱了没有？没带。喂，那个回家给行不行？行。这可是我们也没个绳子呀。哎，我们有，来。哎呀，你俩这整的挺专业啊。挺专业，你们来绑上吧，坐好。吃到手了，哎，晚上可以吃烧鸡了。哎，记得开双闪啊！媳妇儿。我刚给你烤了红薯，我特地托朋友从三亚买的沙地红薯。那我先吃一口这个啊。啊，哎呀，这个好吃。老二吃着呢。二平磊说，没吃呢吗？啊，没有。来来来，坐着一起吃吧。那自己搬字儿啊。哎，好啊，来。来来来，尝一尝。哎，烤红薯。烤红薯呀。啊。哎呀，这个大。再吃。有点烫手啊，好好吃啊！来，雷叔，喝点啊！哎，青花瓷，不错。这有杯子，我今晚就瓶子喝。啊，喝。好的。哎，这是啥？这是鸡蛋。老母鸡下的加鸡蛋。拿手机加鸡蛋。这也好吃。我也不错，还不错。多吃点，雷叔。这红薯高蛋白、高营养啊，都是膳食纤维。对。鸭肉啊，对。都是好东西。吃饱了，吃好了啊。二平啊，那钱。就不用要了，钱不用要了。哎，亲兄弟明算账啊！我怎么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？对，50元，来看看真假啊！哎，没问题。走吧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啊，那个，两位把饭钱结一下呗。吃饭还要钱？这邻居的还要钱呀？那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，一共80，1元都不能少。赶紧的给钱！我们这么大方呀，拉你回来才50，就是油钱都不够。那我们都是肉呢，赶紧给钱。自家的老母亲。
加鸡蛋啊，海南来的沙地红薯，给，还差30，没有了。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俩。吃媳妇儿，吃。爸，什么事？你怎么还有心情扫地呢？嗯，和那个娇娇阿姨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你说这事儿呀，她嫌我不会跳舞，所以就这么晾着。会跳舞？你跳一下我看看。哎，1、2、3，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的爸爸呀！你这哪里是跳舞，你这纯粹就是耍猴呢，你给你个罗根耍猴一样一样的。怎么说话呢？你才耍猴呢。愁死我了。你这样啊，你跳舞你得跟我学。你会呀？什么叫我会呀？你去先去换身衣服。哎，爸，你这还挺精神的啊。那当然，不过这个行头有了，还差一样灵魂道具。什么道具？嘿嘿，来拿着。这下才像那么一回事。来，音乐起。怎么样，儿子？没问题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舞姿，那还不得迷完咱们村的老太太们？行，我祝你和娇娇阿姨幸福啊！去吧，等着，马到成功啊！儿子，我回来了，爸，刚回来啊。吃饭了没？没有啊。怎么到现在还没吃呢？我不是叫你下面条吗？你不是说吃完席回来给我带肉吗？我等着吃肉呢。肉呢？带。这还不少啊！这怎么都是骨头？肉呢？哎，快别说那肉，一提起这肉来我就上火。我正在桌上打包呢。那东家问我，你打包这些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这人要面子呀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喂家里的小猫小狗呢。他倒是挺热情，你要喂小猫小狗呀，后头那垃圾桶里边多呢，真给我打包了。能不能吃饭呢？啊，好歹也是肉骨头，要不将就点。我不吃，我要再信你，我就小猫小狗。